们这我们那个圆心病房，我们主要是针对那个病人的个别的那个宗教信仰，提供他个别化的一个服务哈。那像这个的话就是天主教，天主教的话就是由神父提供给我们的。佛教的，像佛教西方三圣啊，这个都是有那个华生寺的师傅有帮我们加持过的。好，那像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是有那个基督教，基督教的话是那个和平的牧师也有来帮我们加持过。其实我们这里我们强调的是身心灵的照顾。好，安宁病房不是只是一个口号，或者是说我们只是帮他做治疗，我们要兼顾病人的是身心灵的一个完整性的一个照顾。其实我们强调的是全人、全家、全城、全队、全社区五全照顾。所以我们希望家属都可以来这边陪伴病人。好，因为我们在知道照顾病人都非常辛苦，所以呢他们其实有时候在旁边睡不好，所以我们会有提供一个这种间床，家属一个独立的空间，在陪伴病人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提供很好的这个休息的一个空间。其实我们安宁疗护的理念啊，就是希望能够病人能够善终，家属能够善生，因为毕竟我们家人都还是要继续的活，好好的活下去。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啊，经由道歉、道谢、道爱、道给，让家属跟病人有良好的沟通，然后可以好好的道别，这样子其实我们就可以最终达到病人善终，然后家属善生的目标。